大家好，在我身旁的这个大桶呢，是我们农村啊一些老百姓啊常见的沤肥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翻耕出来的一些杂草啊，把它放到一个大桶里面，再放上水，然后呢这样呢给它沤制。这些杂草呢在腐熟过程中会产生一些各种的微量元素和有机肥，比较环保。不过呢，为了增加肥水里面的有益菌，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放一些腌盐露。这种腌盐露呢含有丰富的有益菌乳酸菌、光合菌和发酵菌，能增加肥水里面的有益菌，能快速的分解出养分。像这种情况露天沤制的，夏天的话30天左右就可以沤制出一盆的肥水。像这种肥水我们使用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简单，这样一小勺就可以兑换一桶的水，可以说是10倍左右。这是一种比较环保而且呢养分多的有机肥水，浇给作物呢主要是大元素含量高，能满足作物生长，而且呢能改良土壤，是一个非常好的肥水，有机肥。好了，再见。